Hello， 我是葡萄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。今天来玩这款网页游戏《Graphic Young Selena Gomez》，然后它在网页上的中文翻译是“偷吻床上美女”，所以这关于这一点，我不得不说，有些网页游戏的中文翻译嘛，真的是乱七八糟。然后 Graphic Young 是指竞争，然后 Selena Gomez 她是一位美国的女歌手啊。然后因为很多外国的网页游戏嘛，会去调侃某些艺人啊。这个网页游戏其实是国外的网页游戏啊。OK， 那我们就 play 开始吧。然后简单说就是，他说用你的滑鼠，然后趁他在睡觉的时候偷亲他。那这个什么 Daniel， 好像是这个什么 Daniel， 好像是他那个男生的名字啊。OK， 那我们就 play 开始了。哎，他有音乐，然后点击这个女生嘛。哦，他就是什么，他就是 Selena Gomez 吧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先是醒着。哎，这样他醒着亲下去，哦，被打哦，哦，所以趁如果在他醒来的时候去亲他，就会被揍鼻青脸肿的。哇塞，他在揍他嘛？我觉得他好像是被他被他给虐吧。OK，try again， 好，那再玩一次。然后简单来说亲他，然后他有惊叹哦，有那音效哎。有那音效出现，各位有没有听到？就是有那声音，有那音效出现，然后这样一直亲他，然后惊叹号出现的时候，就是要给赶快放开。我告诉你，我要这个玩这个游戏嘛，最适合用什么方法？就是闪电式亲法，像这样，有没有？哦，闪电式亲法，而且这个游戏应该是没有所谓的时间限制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哦。有没有很厉害吧？很厉害吧？很厉害吧？哎哎，对不起，OK， 不小心亲到他啊，亲的太忘我了。好 ，OK， 那继续。没有闪电式，我发现这种游戏他们的人物画面那身材比例嘛都非常奇怪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我年轻，我在以前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做过，嗯，你懂得啊，你懂得。哎，他这个是衣服吗？我以为他这是他的小腹，我以为他的肚子有点大。话说来，我觉得他的，其实讲真的，我觉得他的大腿蛮粗的。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些欧美国家的女性嘛，她们大腿都很粗哎，她们好像就是胸部也很大，但是她们的他们的大腿啊，还有臀部啊，都也蛮粗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尤其是黑人也有啊，然后白人好像黑人的比例比较高啊，白人的话就比较少一点。我是故意的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来个速过啊。啊，用一气。拜托，你怎么可以？哎，身为男生，你怎么可以只有偷亲而已？哎，应该趁打铁要趁热啊！何况他在床上，何况他都在床上了，对不对？他都在床上了、啊，所以你身为一位帅哥，就要直接开操了，对不对？直接开干了。我说，这位帅哥，你连你连那个衣口都已经拉开了，你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来真枪实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大概懂了啦，这种网页游戏大概是去调侃美，比如说一些国外女星的绯闻啊，所以这个男生应该也是某位应该也是某位男星才对，他应该也是某位男星啊。不过我改天去查好了。OK， 闪电式亲法，哇！很屌吧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。呜！OK， 赶快继续睡。闪电式亲法，啊！过吗？哎，我刚才怎么玩的？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怎么玩的，而且我分数是一哦。
哎，这个不是业配哦，这绝对不是业配，这111绝对不是业配。OK， 应该是 Gable 啊 ，Gable 不是？为什么我常常会把 Gable 念成 Gable？ 好吧，这个是个很错误的发音。然后这个driving 开车，然后尼克 Jones 啊，尼克 Jones 哦，他啊，前面是刚开始第一关的时候是一位男星啊，然后再来还又换成另一位男星的啊，所以他是在调侃一些绯闻啊，反正就是这个游戏就是调侃女星的绯闻就对了。干，难道我丑？哦，是这样哦。哦，好恐怖哦！我还想说怎么哎，就砰了一声。哦，哦呦！哎，等一下，这要怎么？这个要怎么？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怎么看对面来车？哎，为什么？干这也算？为什么？他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然后我亲还会撞到、啊。嗯哼。哦，等红灯消失的时候啊，等红灯消失的时候就大概是车子要过来的时候了。哦。可是我刚刚过去了，然后亲下去还是被撞到，所以要等他完全的过去就对了。哎呦，还好美国公路够，还好是美国公路比较大，可以这样玩。这在台湾的话，应该很快就会出事了。哦，这亲的声音还真是，销魂啊！哦，超级销魂的，亲大一点，亲大一点，喂。有没有？哦，哎，玩太快了，然后把刚刚没看到我分数多少，刚刚太快了。然后 Selena is standing with her boyfriend， 啊哈，她男朋友怎样？然后 make Selena， 别 ，remember Selena， show kiss， 啊，两个，他说两个人，然后反正这他的叙述好像怪怪，好像是3P 吧。哎，这不是那两位吗？然后这怎样？哦，两边都可以哦。哦，这是怎样？所以两边都可以就对了。然后这个。哦，那亲会怎样？哦，他们两个会打起来哦。哦，反正你亲另一个，然后被反正你亲另一个，然后另一个发现之后，两个就会打起来，打得好啊，打得好。会不会？请问一下，这边有没有那个 Selena Gomez 的粉丝啊？是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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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、yeah ！有没有闪电四？喂，好，左右四，干嘛？哦，他这样，他侧脸看下去的时候还蛮恐怖的。有没有左右？喂，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。哦，好难用。我不能一次两个啊。小朋友才做选择啊，对不对？看啥小啊？哦，好累啊、哦！而且这游戏真的是有一个很荒唐的事情，就是说你这样亲嘛，你旁边那一位早就发现啊，对不对？干嘛？现在年轻人这样偷情都不怕被发现就对了，然后反应这么迟钝吗？好像残影哦。
啊，不要看好不好？好，赶快结束，闪电式，啊，然后这个也是，啊，夸小啊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下面表现没有在动，哎，哎，有有。哎，等一下，青粉红色衣服那一位，他的表不会动，哎，各位没有看到，青粉红色那一位，他的表就不会动了。所以怎样？所以他爱的是他左边这一位吗？哦 ，OK， 这样就过了。哇塞，这个真是好游戏，对不对？好游戏，好吧，反正这游戏就是这样子啊，就啊，它是调侃艺人的一些绯闻的一款游戏啊。那么就我们下个游戏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